理。好，赶快赶快，扫三十秒开始扫，报名哦，报名哦。如果没有扫进去做报名的话，等一下就没有办法抽中你哦。哦，你拥有这个 JK Face 数位卡的朋友，赶快呢帮我们报名一下。来报名的时间还有20秒钟。是，四位，一次抽四位。哎，欸，这位日本的女粉又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记得。你忘了？日本的女粉，好，赶快哦，最后的10秒，赶快赶快赶快扫，赶快扫。机会有没有想报名还没报到的朋友？有吗？有吗？你是不是？你按这里啊，这里 QR code 在这里啊。啊，你还没有报名的。你扫这个，扫进去。扫不到。来等你。关了吗？关了吗？来，这个给你。赶快扫。还没关，给你。还没有报名的赶快哦！如果你拥有 JK Face 的数位卡，赶快来扫描。抽卡抽那么辛苦，在最后这一里路没报到名，好可惜哎！赶快，没有的挥手，我给你，赶快。来，还没有进去的举手。Ken 来了，香港 Ken。没有进去的来这边，这里，赶快，快点，没有进去的朋友。Ken，都进去了，好，这边朋友都进去了。都进去了吗？对，都进去了，全部。政府里面吗？都进去了。好，还有没有？挥手，最后3秒。你啊，这里赶快，最后给你一个白帽子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进了没？进去了。进了没？他还在举手。进了没？要关了。进了没？还有抽验证吗？什么？进了没？赶快。找到了吗？找到帅哥，找到帅哥，什么意思？位置，好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关了。好，那我们要来抽。停止报名哦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呢就要从 iPad 当中抽出4位幸运儿，大家注意一下你的手机。等一下呢，如果你有中奖，手机一定会显示恭喜中奖，赶快带着你的手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来，在我们这边有一点情绪的问题哦，再给大家报一次，再给大家报一次。我们再报一次，是不是？对，再报一次。来，让大家看看闪电的速度，好不好？现在技术有问题，马上解决。我们来计时看看会花多少时间。那这个时间，让我们的石川林给大家拍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拍一个海里吗？可以吗？好，中间的朋友。好，大家把握这个时间，给你美丽的错误。趁这个时间赶快来拍，我达达的马蹄声。来，给大家多一点时间拍照，我们解决一下这个技术问题。你们赚到了呢，赚到。是，好，最后3、2、1，请到左边这边。左利哥，那个爱心吗？左利哥，那个爱心吗？你这样多少？慢慢来的，高跟鞋。对，是，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点。请他慢慢来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好像还没有。等一下，好。哦，有 T 恤嘛？来，问一下，谢谢。T 恤是，就刚我讲的。好，而且它慢慢移动到右边，好不好？你今天换的后移都是慢慢走，没关系。来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潮 T 哈 ，One Size。很多人为什么 One Size？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纪念的啦，哈。然后呢，因为你分很多 size， 就很有可能有很多人买不到自己的 size。所以我们统一 size， 这经过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精良的计算之后，你看这个金色比基尼，哎，很好看，而且闪电。这比基尼也太炫光了吧？为什么可以把这个炫光的印的这么？没错，炫光都印得出来。对啊，感觉一下这个质感，技术很强哎。感觉一下这个质感，感谢你的支持。而且，我们这个是厚棒的，不是那种薄的，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应该还有少量哈，在 JR 没有了，卖完了。好，
可能还有 JR 去看一下。我不是很确定这样子。是，好，啊、没关系，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到我们 JR 贩售区哈。来，3、2、1，我们确认一下这个技术有没有排除了。我跟你说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呢，今年的对人太多了，可能这个太多了，系统没错，稍微有点，因为大家可能都拥有几张啊，2、3张这样子，但还有强者拥有200张。他们那个排名很恐怖，是排名很恐怖。好，我们技术问题稍微处理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让石川林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。那我们签个这个数位纪念卡好不好？我们的彩卡先签名一下。是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对啊，那不然这个时间好不好？让大家来拍一下这个，等一下彩卡要获得的这个厉害的东西。